打电话给谁呀？给你们老板。阿宋无期，跟了你那么多年，过河拆桥是吧？ 饿了吗？有点。那咱俩给虎哥说一声，吃饭去。行，老实待着啊。走。虎哥，我俩出去吃个饭啊。他妈的，每天就知道赌博喝酒。去吧去吧。谢谢虎哥。 果然还活着。你现在人在哪里？我去接你，否则宋永琪会杀了你。杀不杀我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为什么要把我？还是你想带警察来抓我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听好了，我帮你是有前提的。现在宋永琪和吴一华两个人串通在一起，已经把矛头对向了我。我现在和你是同一条船上的人，过不了多久，警察就会来找我。 我开车过去，会给你一笔钱，这样你给我写一份书面证明，把罪名都写上，交代出我和你没有关系。我凭什么帮你？我已经准备让你出国了，现在你能相信的也只有我了。好，这次我相信你。我先买套。 你要去哪儿啊？啊，我要带着恩恩回渔村了。今天？嗯。你不是答应你爸说你再考虑一下的吗？怎么说走就走呢？怎么都走了？全都走了。什么都走了？谁啊？爸或家私呢？他们跟我吵架了。小琪，你大概还不知道吧？魏兰受宋佑琪和魏华的指使去行贿。 还栽赃在潘景浩的头上，现在又把罪名指向我，说是我指使的。你爸和家私就相信他们说的话，都冤枉我了。我冤呐，我什么都没做。阿姨，你别着急，我相信你的。你真的相信我？宋佑琪本来就一直想要把你们两家一起搞垮，这种鬼主意也只有他想得出来。还有那个吴亦华，沆瀣一气。阿姨。 你不要着急，阴谋总有一天会被拆穿的。等有机会，我好好帮你跟爸爸他们解释一下。小琪，谢谢你。以后你一个人过日子了，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我欠你太多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找魏兰呢，只有找到魏兰，才能帮我洗脱罪名。 这件事的直接当事人魏兰已经外逃，潘景浩脱不了干系。要不我跟你一块去吧？你干嘛要跟去啊？您说的话他不一定听，而且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。我跟你去，我来跟他谈。这也好，走吧。走，恩恩。
人还在吗？还在，放心，没问题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干掉他。干掉他？之前可不是这样说的。情况有变，干掉他。我给你100万。杀人可是死罪啊，宋老板，这……你不干掉他，我就干掉你。你知道事情太多了，早晚都是祸害。你自己想想看吧。好，我听你的，干掉他。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跑啊你！还跑不跑？啊！啊！啊！蔚蓝，我要的证明书你带来了没有？行李箱都丢了，那里还有什么证明书？那你给我重写。我可以给你重写，但你要答应我，安全地把我送出这个城市。好啊，你是在忽悠我是不是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送到公安局？哎，我来和他谈吧，赶紧谈。蔚蓝，我今天就要带恩恩离开这儿了。想走就走，有必要跟我告别吗？我只是想劝你去自首吧，自首了以后能判得轻一些。你不都是被宋又琪害成现在这个样子吗？别做上自己后悔的事儿。后悔，我从来就没有家人，没有老公，没有孩子，哪来的后悔？我倒是担心你，你比我可怜多了。你有一个这样的老公，又有一个这样的父亲，还要带着孩子。我知道你现在想尽一切办法要帮潘景浩洗脱罪名，都对你这个样子了，你是不是傻？现在不关潘景浩的事儿，是我在以一个姐妹的身份劝告你，劝你去自首。你还有大好的人生，还有大好的未来。唐佳丽，你们俩和好了，就可以跟我这样说了吗？就可以假装好人了吗？耗子，假慈悲，咱们都是一类女人。你以为我会上这样的当吗？你是真傻，还是真的不知道？当初你跟我说，你宁愿当狗当宠物，现在跟着宋有奇的下场，你看到了吗？你还像条狗，像个宠物吗？那条毒蛇现在就是卸磨杀狗，连狗骨头都懒得要，你知道吗？我对宋有奇的恨不比你少，我对男人从来就不抱幻想，可对你呢？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就能有幻想吗？
你能宽恕我？你现在不同意还想置我于死地吗？说真的，我是恨你。薇兰，当我看见你用脚踩在儿时朋友的身上，当我得知你对我这么一个知心的朋友施展了这么多的阴谋，当我得知你居然想害死一个从小给你做饭吃的老人，我真的恨透了你。可我现在不再恨你了，看到你现在的样子，我重新想起我们共同悲惨的童年。我们能够活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，我觉得我已经够苦了，但我现在才明白你比我还苦。我不能恨一个比我还苦的女人，而且我答应过我妈，我不会再仇恨一个人，哪怕是宋又琪。我只想帮你，真的，至少现在是想帮你摆脱宋又琪的追杀。活下去一定还有机会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机会了，你怎么帮我？让我去自首，让公安局的人来抓我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去自首的，我也不可能去坐牢的。凭什么？大家都是做个小三的女人，凭什么你什么都有？难道真的是混得好就成了嫂子，混不好就成了婊子吗？甚至有的连婊子都不如。薇兰，这两位都来了好久了，怎么事儿啊？您是汤振坤先生吗？我是。你好。知不知道赵焕英去哪儿了？不知道啊。赵焕英实际控制的德国公司的员工涉嫌国际诈骗，我们现在需要他协助调查。原因是邀约那几个员工来华的授权书是他签的名，您看，这是他亲笔签的字。怎么有我的签名？我没签过字啊。这里面一定有误会，要不就是骗局。可你们公司的副董事吴义华说，这份协议是你们签的。我以大明集团董事长的身份担保，这个签字一定是假的。回头我送一份资料给你们，协助你们辨明真伪。还有一个事情需要赵怀英协助，有人指认他提供200万给欧亚达集团秘书薇兰，帮助潘景浩行贿环科院，我们需要向他取证。好，我联系到他，我一定让他去公安局协助你们调查。好，打扰了，这个我们拿走。你这是要带我去哪里？我看你根本就不想写证明给我，你说呢？我不要去公安局，你快停车。薇兰，你上了我的车就别想下来，你要是不到公安局说清楚的话，我可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你是没家的人，我可是有老公有女儿的，你如果跑了，我找谁去？
你活了，我就别想活了。快停车！快停车！你干什么？快停车！给恩恩买很多很多的玩具啊。我不想要玩具，我就想和爸爸一起玩。妈妈，你老是哭，不是好孩子。恩恩啊，我们这一次回渔村以后就再也不要回来了好吗？不行，我要爷爷，要奶奶，要爸爸。乖，来，妈妈抱抱。蔚蓝，蔚蓝，你不能死，你死了，就没有人证明我的清白。丁浩，我给你把行李都准备好了，你就待在码头，妈妈马上给你送去啊！你别来了，我来了我也不会走的。不行，丁浩，你从小就听妈妈的话的，妈求你了啊！船票我都给你买好了。妈，这祸是我闯的，就算是坐牢，应该由我负责才对啊！别胡说八道，就是走不了也要试一试。妈不能。眼看着你被判刑，儿子。你在那等，妈妈保命不安。就是他，让他跑了。妈，我跟你说了，有警察。你怎么了，儿子？救！站住！别动！你别放给我！你们放给我！你们是想怎么抓我？跑！我也没办法。你想畏罪潜逃吗？我没有潜逃，我只是想见我老婆。见什么见？我求求你们，让我见她一面吧。快点！来，谢谢啊。嗯，我们走，快一步。妈妈，我要玩你的手机。好，来给我吧。嗯啊，现在几点了？30点了。瞎说，哪里有30点啊？来，妈妈看。医生，到底怎么样了？血是止住了，不过因为失血过多需要输血，伤者他的血型是 Rh 阴性血，可是我们血库里暂时没有这种血，需要从其他的医院里调过来。我想请问一下，
你们家属中谁是这种血型的？我们都是 O 型血。胡杨，你呢？我是 AB。那到底有没有生命危险？这就要看其他医院的血库有没有这种血型。如果没有的话，病人不能及时输血，那么可能就有生命危险。生命危险？您先别激动，放心吧，我们会尽全力的。爸，来。就娶你，只娶你一个。我不在，你会想我吗？会。上班的时候会，喝鱼汤的时候会，贾斯不听话的时候，贾斯结婚的时候，贾斯生孩子的时候。没走啊！我没有走，我听说赵阿姨出车祸了，我就赶回来了。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赵阿姨现在失血过多，而且她是 RH 阴性血，医生在吊血呢。什么血型 ？RH 阴性。我好像是这种血型。真的吗？妈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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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先走，妈，先出去，先出去。医生，医生，有 RH 阴血了，什么？血进来了是不是？不是，烧起来了。他的血型是 RH 阴性，他给被赵阿姨输血。啊，就在外面。走，小心。这里，这里。来，赶紧给我去验血，看着恩恩。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他的左腿保不住了，要立即进行截肢手术，不然生命会有危险。他的家属来了吗？他是个孤儿，没有家属。医生，如果非要截肢的话，现在就动手术吧。
好吧，医生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我的血型可以吗？你的血型没有问题，不过我建议你还是不要这么做。报告显示，你患有低血糖和贫血，如果输血过多的话，会严重影响你的身体。我没关系的，如果现在我不救他，他不就更危险吗？佳丽。 姐，谢谢你。没关系的，赶紧给我抽血吧，现在救人要紧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我愿意自己负责任。好吧，跟我来。好。佳丽，别勉强。放心吧，我没事的，我一定会平安出来的。 自私了一点，你别这么说好不好？换的是你，你也会这么做的。佳思，你别自责了啊！萧琪一直都很坚强，而且他福大命大，他一定会没事的啊。可是我真的好担心他们呀。没事的啊。医生，我妈怎么样？赵女士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萧小姐出现了暂时的昏迷，我们正在给她输液，你们放心好了。 谢医生，谢医生，不客气。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能做笔录吗？目前病人还没有苏醒过来。哎，他也真是可怜，从昨晚到现在，除了你们警察，一个亲戚朋友都没来看过他。 小姐，你不要激动，你还我的腿！还我的腿！你给我滚！小姐有事吗？哦，我是薇兰的朋友，我可以进去看看她吗？哦，可以，去安慰安慰她，必须在我们视线之内。谢谢。 你别这么说，咱不说好了吗？要做一辈子的好姐妹的。姐妹，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？这么多年了，我跟孙又琪在一起，一直在欺负你，你是个傻子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做我好朋友。你从小就是个丑八怪。 凭什么你什么都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？现在你高兴了，你什么都有了，我腿断了。
我什么都没有了。好了，够了，你走开。什么都没了，我什么都没了。微澜，你别这样，老天给你继续活下去的机会，就是让你重新站起来。你可以残疾，你可以受伤，但是你不可以没有朋友。朋友，听我的，去自首吧，去跟警察坦白一切。把我们害成这个样子的是宋又琪，他应该得到他应有的惩罚。只要你肯悔改，你还有我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起来起来，潘景浩，你可以出去了，你的嫌疑已经被排除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就是今天下午的那个事儿。快快快，快！哎呀，你们干什么呀？我姐今天又要走，我们只有这个办法了。你要是不想让我姐走，你最好配合点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咱们在跟妈妈玩捉迷藏的游戏呢。妈妈叫你千万不要答应，自己也不许跑出来，不然的话，你就再也见不到胡杨叔叔和小姨，听见了吗？乖乖的。小琪，你过来了。啊，阿姨，爸，我坐今天下午4点的船就走了。家四胡杨，你们赶紧别闹了，快把恩恩还给我，不然我船又赶不上了，真是的。佳丽，真的要走？啊，是啊。妈，哎，景浩，我问你，是谁帮我洗脱的罪名？你真是命大！如果不是那个微澜，他还有点良心，招供出了宋又琪和吴一华的话，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你。妈，你快告诉我，小琪他在哪儿？他到底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想死了。妈，我们倒错怪他了，他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。是是是。妈知道，我是怕你不知道。DNA 的检测结果，恩恩是我的孙女儿。景浩，多么好的媳妇儿啊！唐叔叔，什么事儿啊？能不能告诉我，小琪是不是离开了江城？你还有脸问小琪？大叔叔，我知道，我很对不起你们。我告诉你，他已经离开这个城市了，你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如果你真想赎罪的话，就不要再骚扰他了。妈，先上车吧。你要走你自己走，恩恩才不愿意跟你走呢。哎，对啊，坐船多危险啊！你说你不注意自己安全就算了，你不能不注意恩恩的安全啊。哎，你们，恩恩，你别叫了。这样吧，你答应我你不走了，我们就告诉你我们把恩恩带到哪去了。好，那恩恩留给你们，我自个儿走。哎，妈妈，我在这儿。来，快点，快来不及了。别，你怎么样啊？你怎么了？我很疼。没事吧？要不要叫大夫？哎，不要不要，我不是伤口疼，我是心里难受。对，医生说我妈最近老不好，是因为心里有伤，可严重了呢。啊，怎么了？是出车祸的时候压到心脏吗？不是，我呢就是心里发愁。
你想我这个病啊，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了。这出了院呢，还得在家里养伤。你爸呢，他心脏不好，身体也不好，成天的在公司操劳工作的。这冤孽跟着吃货，两个都不成才，公司没有人了，这吴亦华又被抓了，所以我想呢，你是不是可以留下来，帮你爸？啊？对，留下来吧，帮帮我。我，这个真的不行，我票都买好了。我呢，当初就是看上了你有这样的商业头脑。那这两个将来结婚了，胡杨也不是做生意的料，公司没人是不行的。阿姨，真的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真的不行。我以前确实是挺想做个女强人的，现在我就想带着恩恩过特别平凡的日子。没有人让你当女强人，这大明集团怎么说也是自家公司。我跟你爸呢也商量过了，以后啊要把你培养成大明集团的接班人。啊？哇，小琪，你要成富二代了，恭喜啊。这个真的不行的，对不起，我胜任不了。景浩，爸，你去余家港没有找到萧琪，就不打算再找了吗？最多再打听打听吧。算了，他是故意在躲我。我伤他实在太深了。你啊，小妞，今天真美呀。哪有你美啊，你今天是去当伴娘的，我是去凑热闹的。哎呀，都嫁出去了，这两年净忙活你的事儿了，把自己都给剩下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小琪，我要是剩下了的话，我就赖你一辈子。行啊，欢迎来来啊，我和恩恩都欢迎你，是不是啊恩恩？是。怎么了？不知道。佳思，哎，怎么还没到？没话筒可怎么办啊？那你快给我姐打电话呀！我打了打不通，要不咱不要话筒好不好？你怎么这么点事儿也办不好？没有钻戒、礼金也就算了，连话筒也没有，我这急的什么婚啊？好，我错了还不行？我错了啊！你别生气好不好？你今天是新娘子，新娘生气不好。不要生气了。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但有一样绝对比得上你第一次的婚礼。什么？什么？那是有这么多媒体和记者呀！走了。警察同志，求求你了，把驾照还给我们吧，我们真知道错了。我说你们是怎么开车的啊？把孩子放前座，这是很危险的。我知道，对不起，对啊，我们真的错了。但是我们真的是因为赶时间，下次绝对不会再犯了。是的。这出了交通事故，先撞的是小孩，知道吗？这当妈妈的也太不负责任了。这样的，我们急着参加婚礼，爸爸，您能不能先把驾照？冤家路窄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是孩子的爸爸。哦，你老婆，她太没有安全意识了。警察同志，请你不要乱说话好吗？这里没有他老婆。刚才他不是说，这小孩是他女儿？
然后他又管他叫爸爸，他不是他老婆，他是谁老婆？总之跟他没关系。恩，下来。